你们刚花了299买这个回力三合一冲锋衣的，能退赶紧去退，因为现在全国马上就要大降温嘛，商家也是为了冲一波销量，你们去看一下它才多少钱，真的是惊呆了。平时你在他家单独买一件摇粒绒外套都不止这个价了吧，趁现在价格划算，你们也赶紧去薅一件。尤其是外面这个纯色的冲锋衣啊，你穿几年它都是不会过时的，非常的有质感，而且它用的还是这种三防的面料啊，防风防水防油污。你看我用硬毛刷这样去刷它，无论我怎么刷它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它不仅仅是一件冲锋衣啊，它里面还有一件这样的摇粒绒外套，现在你可以单穿它，等天气再冷一点你就可以把它这样合起来穿，它硬衣可以穿三季啊，春秋冬三季特别实穿。就连它里面这个摇粒绒外套你单穿都是很好看的，它上身一点都不会显臃肿，而且这种小立领拉起来吧就既抗风又特别的洋气，它整体上身就是那种软软乎乎的啊，就既轻薄又特别的保暖。主要是这个价格啊，你就能买到一个质量这么好的冲锋衣，而且它还是回力大品牌的男女同款。这个外套69，加上这个摇粒绒内胆也才139，闭眼去薅。它这个天气冷的话，不是涨价就是没货。